心中你的一切不是梦，你的蹉跎都是我懂得，我很痛。泪水它无声无息的。好，我告诉你银子放在哪里哦。你看这么一大堆的银子，一定要埋得很深很大的地方才行，绝对不会埋在墙角边的。不对呀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真有理的。哎，我说你们墙角边别找了，找找地上有什么挖过的痕迹啊，赶紧找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你们是哪的？我们是哪的？我还没问你们是哪儿的呢。我们是户部的官差，如果妨碍爷们公干，小心你们的狗命。哎，大胆你放肆，瞎了你们狗眼。哎，你要搞清楚，站在你们面前的是谁？是顺天府的贾师爷。哎，我呢是捕头张雅。哎，你们到底要来干什么？说，问你话呢，快撤。哎，说呀。无人上这干。爹，这还用说，当然是跟咱们一样来找银子的。回大人，那几名差役确实进了户部，就没有再出来了。那这么说，何大人也在怀疑钱庄的钱没被带走了。哎，不对呀，大人，这难不成这何元泰也有银子被卷走？贾师爷，你这会儿怎么突然间变笨了呢？不是都说阿秀是何元泰的外室吗？哎，可你哥不说了吗？他不承认他是外室啊。要真是他是他外室的话，他应该知道他钱放在什么地方，怎么又会叫一些衙差工人去找呢？说不定他也被骗了。你懂什么啊？插什么嘴啊？嗯，不不，这位小哥说的对啊，说不定何大人并不知情啊。我才不信呢，他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。既然有人跟我们一样在找，那说不定这银子就在此地，而且呢，也可能连人都在啊。启禀大人，追踪阿秀兄弟回来了，四辆大车出城五十里就停住，里面坐的不是阿秀跟莫银财。那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四辆车同时出城？兄弟说，他们都是八大胡同的姑娘，有人给银子衣服让他们出去逛逛，他们以为客人出条子，所以问什么都不知道。哎呀，大人，这不是阴谋，这是阳谋，这摆明了在耍咱呢。哥，恐怕真如你所说，阿秀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过。哎，小天，天色已晚了，你是不是要回去啊？我找人送你吧。不用了。对了，小贾，你这位小客人是怎么回事啊？他哥，这可新鲜了，他可是……哎，不是，这误会。哎，咱们先说公事要紧。哎，你回去啊。你的事儿过两天再说了。你要我回哪去嘛？我现在可是没有爹的孤儿呢。不过我现在找到你了。从今以后，我就跟你一起过日子了，爹。啊，爹。哎，大人，他不是我儿子，没错，他是要找他爹，他就找上我了。我答应他啊，等我这钱庄的事忙完了，我就帮他找他爹，这么回事儿。你就是我爹，贾小天。啊，他叫贾小天，贾青天。你们的名字还真像父子啊。我娘就是因为这样子才帮我取这个名字的。不管是或不是，反正天色已晚，你就暂时先住下，至于你们的来龙去脉，我一定会弄清楚。如果他真是你爹而不承认的话，本府会替你做主。是大人，你真是好人呢。哥，这一点呢，贾师爷就比你强多了。哎，我对伊袂对咯，是讲，即阵来求人的一个啦，啊，外口无人的，唔知影几个。哎，找到了吗？
小天怎么了？他平常要去哪里，一定会跟我说一声。他到底上哪儿去了？好了好了，别急了，别急了，这么大个人不会丢的了，放心了。不是，他只有十岁，又单纯又憨傻，我怕他会被人拐走了。什么？被拐走？你笑什么？不会啦，雪珍，他没那么笨的。你想要拐他，那还花很大的功夫呢。哎，可是这么晚了，他还没有回来，怎么办呢？跟你讲说没事就没事嘛。这附近我也查过，也都问过，没有什么拐小孩，也没什么骗小孩的。一定是他到外面去玩，给玩疯了，忘了时间回来了。你看他待会回来的时候，我一定好好教训他不可。阿飞呀，怎么了？在想什么？你说会不会是我这些日子老是要他读书，所以让他不想回来了？哎呀，不会的啦，那小子为了讨你欢心啊，你要他干什么都行。像他早上出去说要去，要去哪里？师傅，我今天有点重要的事情，不能陪你去了。你要到哪去啊？哎，反正是很重要的事情就对了，等我办成了再告诉你。师傅，拿着。喂！哦，对了，师傅，你顺便帮我把这些糖果处理掉、哦。如果你自己想把它们吃掉的话，你回来的时候得带钱，不要让娘知道我们今天没去做生意，知道了吧？嗯，知道。嘿，兔崽子，他比我还忙。阿飞，你是不是知道小天在哪里？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你说啊，啊！小天大概去找他爹去了。他认为顺天府那个师爷是他老子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不是告诉过他，他爹走失了。他不信啊，他从来就没信过。为什么？他认为你瞒他。我为什么要瞒他？他爹是真的走失了，还是把你们给抛弃了？小天说，你从来就没供过他爹的牌位，那就表示他还没死啊。你知不知道小天肠胃没有爹的事情，在外面被一些小孩取笑着。真的没有想到小天一直这么苦。我想他之所以那么做，其实他不愿意看到你受苦啊，所以非要找到他爹。这样你就有名分了。阿飞，我想那么多年来，你受了很多委屈吧？这话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假如没有我跟小天的话，你早就成家了。这我在说城门楼，你在说大馒头，怎么说来说去又说回这个了？我甘愿收留你们，我甘愿被你们拖累，我甘愿一辈子不成家。你要我说多少遍，你烦不烦呢？不要说了好不好？可是假如没有我跟小天的话，人家就不会说那么多闲话了。要人不说闲话，那得做给人家看才行啊！啊，你以为搬走了人家就不说啊？我告诉你，照说，这些人嘴贱得很，
除非小天他爹给滚回来，要不然就再给他找个爹，否则别想堵住别人的嘴。我随便说说啊，你别往心里放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顺天府在哪里？干什么？这么晚了，没有人会理你的。我明天要去找小天回来。那衙门来的。老爷缠着我，这缠到什么时候？真是。我来爹，我帮你倒茶。爹，喝啊。不用客气。哎呀，我贾青天见的人多了，我还没见过你这种小鬼。你说，你家住哪儿？家里头还有些什么人？你干嘛非得赖上我是你爹？啊，我是你爹，你能有什么好处啊？你说，我不要什么好处啊。我想你也没什么好处能给我的。哎，你说你有老婆，在哪？是骗我的吧？谁骗你了？我这个年纪了，我怎么会没老婆？我老婆把我给甩了。什么？什么什么？我老婆死了。哎，那我老婆死了，你笑什么呀你？没有没有，你老婆死了，那你现在还有新的老婆吗？啊，当然没有啊，我老婆死了，我就没再续弦了我。哎，现在一个人过得挺痛快的，要什么老婆啊？你还笑？你笑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哦，我是真的来认爹的，你别不信哦。哎，小鬼，你别在这胡搅蛮缠了，行不行？你给我听清楚，我不是你爹，你也不是我儿子啊！爹，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呀？我明明就是你儿子，你承认了会怎样啊？又不会少一块肉。啊，我要承认了，我就多块肉了。好好好，别气了，别气了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，我求求你了，行不行？我还有一大堆公事要办呢。我叫张雅送你回去，行吗？啊，我先歇了啊。你这是干嘛呀你啊？我没干嘛。哎呀，又跟我在这胡搅蛮缠啊！我是说正经的，你这……好了好了，爹，你说你的，我一边帮你整理被子，好不好？起来起来，帮你整理。我就说了，我不是你爹，你硬要说我是你爹。哎，在孔老夫子说啊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做什么事情都得要名正言顺，是不是？像我蒋青天一生做事坦荡荡，君子坦荡荡，小人藏心机。你懂不懂？父子亲情，人伦之始啊！你怎么能随便乱认呢？你。四仰八叉睡着了，啊？这我还真是一个德行。在家里等钱用啊！会处理的，别逼得我上吊了。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。有处理呀、啊！哎呀，我的姑奶奶，你别再哭了，行不行？大妮子刚刚。好了好了，现在我求求你不要再哭了，行不行？不是都跟你们说过了吗？飞爷已经拜托顺天府的施大人在加紧追查银子的下落了。那还有啊，柯山贝勒不也答应要给咱们一个交代了吗？哎，大喜之公，我家里真的等钱用啊！是啊，我快活不下去了，真借不到钱，我要上吊了。我们也是啊。万岁爷驾到！奴才等叩见万岁爷。万岁爷吉祥，叩见贤妃娘娘，贤妃娘娘吉祥。你们是怎么了？瞧你们哭的，怎么回事？大伯，你说。是大伙儿把积蓄都托客栈贝勒拿去放利钱，那钱庄倒了，
大伙儿的积蓄都拿不回来了。什么？贤妃，你哥哥的本事可真大啊！万岁爷息怒，那间钱庄因为是户部和四郎夫人娘家的家业，图他稳当可靠，所以才……什么？连户部的官员也牵连在内？成何体统？成何体统？身为朝臣却不知利益回避，居然还明目张胆地做起买卖来，混账，简直就是混账！万岁爷息怒，这钱庄倒了，事关民生，事大人已经在办了，已经在办了。万岁息怒，万岁饶命。是奴才的错，奴才不该贪图小利，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。你也知道自己该死，你和何元太在搞什么鬼呀？冤枉啊，万岁！奴才真的是冤枉的，奴才根本不知道那家钱庄跟何侍郎是什么关系，只是由他介绍，奴才将银子存在那儿，就是这样而已啊。因为利息好，所以奴才一时多事，替大家跑个腿，没想到我反而害了大伙儿。早知道是这样的话，奴才怎么也不会这么做。所以，奴才自己也受累了，万岁。可善，你是贝勒，是亲闺女。你妹妹贤妃，太后也挺喜欢她的。你要懂得自爱，不要为点蝇头小利，就坏了自家名声。是，奴才知错。知错就好，别再生事了。是。下课吧。奴才告退。史伦，微臣在。这个什么钱庄倒了，有没有牵累老百姓呢？回万岁，是有些百姓受到的牵连。但是微臣正全力查证当中，请万岁宽心。那何元太呢？微臣也曾听闻他与那钱庄有关联，但微臣曾问起他，他却断然的否认。如果真有关联，他会承认吗？这微臣懂得，但是在没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何大人他有涉案之前，微臣以为对大臣们还是要信任，事关大臣们的声誉，也是对大臣们一种尊重。史伦，你讲究证据，而朕在意民心，但切不可因此而引起民怨。若真有朝臣涉入其中，不管什么职位，有证据就办，绝不宽待。微臣遵旨。大悲。奴才在。这事儿没你的份吧？没有没有，奴才哪有那个胆子？啊不，哪有那个脑子？寂寞是没有情关。你个笨蛋！啊，好好的，你去钱庄找什么东西啊？光天化日的，施世伦想不开解都不行。你长不长脑子？以后不要做这种蠢事儿。是，以后不会了。贝勒爷，您别生气啊。我以为这阿秀会把钱藏在那儿，我实在是急了。急？我还有让你更急的，去给我弄一万两银子来。一万两？皇上已经交办施世伦，我为了怕宫里的人闹开，这钱必须要先还给他，赶快去弄银子来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是没有，我哪有能力弄那么多钱呢？三天。我给你三天。
贝勒爷。我干嘛惹上他呢？我早该收了，我早该收手的。阿秀老板娘可标致呢，眼睛啊水汪汪的。水汪汪啊？你说？哎，那钱庄老板娘可漂亮啊！我们当初就是为了看她，才到那里去存钱的。又漂亮又水汪汪啊！画去画啊！哎，就这么就能画出来，也真是神了。爹，你别老冲着我叫爹行不行？啊？好吗好吗，你不要生气哦。去，我自个儿来得了。哎，爹，小心别烫到嘴哦。你看吧，我就叫你小心点，烫到嘴了吧？来，我帮你吹吹。爹，那个老板娘以前是做什么的？关你什么事儿？你问那么多干嘛？啊？找她，她总不能一个人过日子吧？总得找一些朋友来陪她聊聊天或什么的。要是她还没跑远的话，一定会找老朋友来帮她忙的。我师父以前捅了娄子，就是找老朋友来帮她的，不然谁会理她？还真看不出这小奶奶官挺机灵的啊。好了，钱爷，钱爷，钱爷，叫什么叫啊你啊？跟你说过多少回了，进来小点声，什么事？你们干什么？画你的。是说。我说，钱爷，有人找你。谁找我？哎，其实也不算是找你啊，是找你儿子。啊，找我？啊，出来太久了，家里人担心你来找你了。哎，去吧去吧，赶紧走啊。爹，那我先去。哎，去。师傅。哎，臭小子，你真的在这儿？哎呦，师傅还是在担心你，要是不在这儿，师傅就惨了。师傅，你来这里干嘛？我来干什么？我除了来找你，这有什么好来的？哎，我告诉你，臭小子，今儿要不是师傅我替你挡着，来这儿的找你的就是你娘了。啊，娘？啊，娘来了吗？你希望她来吗？她来你就惨了。哦，师傅，你又晃我。嗯，走了，跟师傅回去。来，师傅，我不能走，现在还不能走了。我爹他还不肯认我，我得加把劲才行啊！小天，你闹够了没有？你要是再不回去，你娘真的要替你担心死了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师傅，走了，走了。啊，干什么？我娘要是知道我找到我爹的话，她就会很高兴的嘛。帮帮忙嘛，拜托拜托。你先回去跟娘说一声，等我爹他……你够了没有，小天？你那个什么爹，他有什么重要的？会比师傅我重要吗？师傅从小把你一把屎一把尿给拉巴长大，这个再怎么算我也算你两个爹啊。这笔账你会不会算？你平常那个聪明跑到哪儿去了啊？哎呦，师傅，这个账不是这么算的吗？我也是在帮娘找我爹呀。你别乱走了，走了走了走了走。哎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当你走了呢。爹，谁是你爹啊？小天啊，这你要认爹，也要认个长相比较好的嘛，对不对？这种这乱七八糟的。哎，跟我回去，慢着。你说谁乱七八糟了你啊？这还有谁长相乱七八糟的？你管他骂我，你敢骂我？都误会啦。就凭你这长相也想让雪珍看上你，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还师爷点子还真多，诱拐人家小孩当自己的儿子。好小子你啊，我贾青天是什么身份地位？我会不会诱拐小孩？我你怎么样？我见过你啊。我在哪儿见过你？我一定见过你。见过我？你当然见过我，我也是有头有脸的人，见过我的人多的呢。哎，好了，
师傅，快走了，快点。啊，好了，告辞了。哎哎哎，慢着慢着，别走别走，又怎么的？啊，一万二千两啊！你就是那天来骗银子那家伙，啊，大的骗银子，小的骗人。不是不是这样的，我真的是你的儿子。对，小天，我问过你娘了，你爹已经死了。啊，你敢咒我死？你是承认是我爹喽？谁承认是你爹了？是刚才承认的。叫小天，你就是别乱七八糟了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哎，不许走！啊，我得把你娘拿下来，好好问你们话。你们俩一定是一伙的，对不对？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怎么的？嗯，要比划比划是不是？好，来来，等等，慢点慢点，别比划，都慢慢慢来呀！哎，张扬，哎，来人，哎，张扬！哎呦。师傅，快走了！这里是衙门内，要是让他们知道我们从那骗家钱来，就糟了！快走，快点！走走走走走！哎哎，你也跟师傅走走走！哎呦，我现在不走，我晚点再回去。你先回去。不行了，走了走了！不要了，你先走。真的不走？我一定会晚点回去的，真的。别晃师傅。我不会晃你的。他不肯回来，为什么呢？哼，他非要认人家当爹。好说歹说的，就是没要。那他要留在那儿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哎，你干嘛？上哪去？我要去找他回来。别去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他可当真的。可是我走的时候啊，他告诉我他会晚点回来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他没事儿，你就别再去找他了嘛。学姐，我告诉你，小天这回他可认真的。他不是闹着玩的，你要硬把他给拉回来的话，伤他的颜面不好。但是根本没有那回事儿嘛，人家为什么会让他待在那儿呢？这我哪知道，我看他在那儿挺好的，跑进跑出也没人拦着他。哎，顺天府是个大衙门啊，你就让他见见世面吧，反正他说晚点会回来嘛。阿飞，小天他是个孩子，他胡闹也就算了，为什么那个什么师爷也由着他乱来呢？难道他也认错人了？他倒没认错啊，但他也没赶他走啊，这就纳闷了。等小天回来，我非问个清楚，到底是谁在骗谁？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大人，您看看吧，这京城历策列馆的妓院都在这儿了。这样就能找到阿秀啊？他的想法是对的。这阿秀他是青楼出身呐，一定在这里头还有一些交情在。上回蒙混出京的那四大辆车，不就是八大胡同的人帮的忙吗？这些人呐，嘴上说不知情，私底下一定知道什么东西，才会不约而同做同样的一件事。就是，听听人大人说的啊，大人毕竟是大人呢，我这么一点他就通了。哪像你呀，江湖经验差又爱插嘴，真是没事儿多学着点儿。哟，这么说，我哥还少不了你这师爷了。那可不，这。那这样子吧，你就别再官复原职了，这辈子都跟着我哥去做师爷吧。嗯，这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大人，这事咱们以后再说吧。不过大人，我看呢，咱们得要再派人去挨家挨户的搜啊，就算不能找到那阿秀的下落，至少也知道这事情的梗概。毕竟咱们是替老百姓的办事，您说是不是？嗯，贾师爷，你现在跟以前可大不相同啊，好像变了一个人了。什么？是给儿子做个好榜样啊？哎，对，你那儿子呢？怎么不见了？又给人家要回去了？哎呀，他跟你说那不是我儿子，他不是啊。怎么也跟他们一块瞎起哄呢？真是，少来了，人家都肯认了，你还装？我哥又不是要跟你抢儿子。哎，怪了，啊，小红，这怎么了？
你非得要我认这儿子才行了，我懒得跟你扯了。哎，大人，我看这样吧，天一黑我就赶紧去查案，咱就先从八大胡同查起。啊，不不，这件事你去不妥了。啊，我去还有什么不妥的？啊，当你这西凉兵像骂的呀？啊，嗯，你可是我顺天府鼎鼎大名的贾师爷，你到青楼去，人家一看到你就知道你是去办案的，你还在问个什么东西？可不是啊，说不定你啊三杯黄汤一下肚，什么都说了，不该说的也说，让人家跑去跟阿秀通风报信，到时候咱们还找什么？哎，我什么时候喝酒误过事儿？大人，我喝酒误过事吗？误事是唔办啊，我饮酒醉爬咧高底困到天光，佫唔知好转来。是你？嗯，我咧五米咧四米。哎呀，大人，这事可是我出的主意呀，这一定要让我去办才行啊。夏侯，我看这件事你去好了啊，但是可得要改变一下你的装扮，不要弄砸了贾师爷的心情啊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哎，大人，这万一要是出了，哎，展爷，什么事啊？属下有点事要请问贾师爷。哦，吴昭你呢？属下也有事要问贾师爷。嗯，有什么事儿那么急呀、啊？没瞧见我跟大人在谈正经事呢？你们这先搁一边去，先下去。不不不，你们去好了，我正好也有事要交代小红。啊，去去去，这你们去哪去的？大人，去呀去。贾爷。你在干什么呀？你有话好好说嘛，拉拉扯扯干嘛呢？贾爷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看，这上面有我和吴昭的名字啊！啊，贾爷，我这把年纪了，你老实说，我挺得住。你是不是把咱们的钱存到新农钱庄去了？是啊，我们本来是存在泰丰号好好的，你非说有个钱庄利高要把我们转过去，贾爷，是不是就是兴隆钱庄啊？是的话，你就说是啊，到底是不是啊？贾爷，贾爷，你说、啊、是不是？你吭一声啊！是啊，你说啊，贾爷。哎呀，是，我是把你们钱存到兴隆钱庄去了。完了，完了！哎，停住！完了，停住！停住！停住！好了，你们俩不提定干什么呢？你们啊？我这存到兴隆钱庄也是为你们俩好啊！我说吴昭，你瞧瞧，你这是一把年纪了，还在干个捕头。咋的？你连一房媳妇儿你都娶不着，我替你们攒钱呢，我真是。话不是这么说啊，啊，我们两个只想稳稳当当的把钱攒下来，不想多贪啊。你非要我们听你的，现在好了，没了。啊，没了！你说我怎么办了啊？什么怎么办呢？啊！哎，我说你们俩拿利钱的时候也是眉开眼笑的，也没钱多呀。咱们再玩你们就啊！哎，你别老找我呀！真是，这、哎，我们都问过了，兴隆钱庄给的利钱比你给我们要多得多。是，你怎么解释？贾爷，你说呀，这你说，怎么解释？解释什么呀？我这，你们两个怎么可以对我爹那么凶啊？爹，过来，不要怕，有我在这。哎，小天，我们俩是跟你爹诉苦哎，这不是跟他凶哎。是啊，你看我的脸是苦，不是凶啊。行了吧，啊，你是苦在脸上，我是苦在心里，我比你苦多了，我。这银子。就这么完了？是啊，这回可不能就这么算了吧？贾爷，这是我的老本儿哎。我就欠你们钱是不是？是。好，我来还。好。不过我现在没有。啊？爹，是多少？说都说不出来。我现在看要卖多少铜货才够。哎呦，公公，请。大家可是偷溜出来的。啊，怎么样，石大人？那兴隆钱庄的案子？进行的如何了？正全力在探查，公公也来得正好，下官有事要请教公公。石大人要问什么呢？
这克善贝勒与和四郎之间的关系，我总觉得没有像克善贝勒所讲的这么简单啊。既然宫里的银钱都是经由克善贝勒的手存进兴隆钱庄的，若说克善贝勒与兴隆钱庄没有什么交情，那为何他们会有如此密切的往来呢？可是，公公想说什么是吗？哎呀，听大喜子他们说，克善贝勒跟大伙儿都一样，是被人骗了，而且他的损失还是最惨的呢。他又怕万岁爷在责骂，也怕给他妹妹贤妃娘娘添麻烦，他正设法在筹钱，已经还了一部分的钱给宫里的人了，而且他还想卖房子呢。寂寞是没有尽管扰，无法有人爱。贾小天，你怎么还在府里？本府以为你走了呢。师大人，这孩子是谁家的？怎么以前没见过呢？贾青天的儿子。小贾？小贾什么时候蹦出这么大的儿子来了？这事儿有意思，大家要是告诉万岁爷，肯定能把万岁爷给逗乐了。还不知道呢。贾小天，这几天本府有事忙着，也就忘了问你们，这你们父子的情况到底如何？不是已经相认了吗？我是认啊，但我爹他还是不肯认。为什么呢？老实说，我也不是没家的孩子啊，我家就在安定门外的绘画胡同啊，我从小就跟我爹走失了，所以我要我爹跟我一起去见我娘，可是他又不肯。我竟然出来认了，没有得到个结果，怎么有脸回去嘛？你是说贾青天不肯去见你娘？是大人，小贾这个人啊，咱家最清楚了，他这是叫恶意遗弃。哎呀，他这个真是死没良心的，讨厌呐！你们家是在做什么？我们家只有我娘还有我师父，我娘是帮家洗衣服还有做衣服的，然后我呢，我在路上卖一些糖葫芦做点小生意啊。可是我娘说过了年以后就要让我上学堂，不要再卖糖葫芦了。小家真是的，这要真是他的儿子，怎么可以不认呢？你看这孩子多可爱啊！哎呀，怎么能让他们母子独自在外生活呢？这不行。贾小天，让咱家好好的看看你。这位大爷，你身上好香哦。啊，哎，对呀，咱家喜欢有点香味，这就是比较，比较。我知道，比较有礼貌。你怎么会说这样比较有礼貌呢？那是我师父说的，他们也会帮我娘买香花，自己都偷偷藏在身上，被我发现的时候，他都这么说的。没错没错，哎，咱家呢要伺候万岁爷，这身上有点香味儿，也是对万岁爷的礼貌。你说的一点没错，呀，你真是聪明啊！哎呀，大老远就听见你们笑声，在乐什么呢？啊，总哥，大人。哎呀，我说，小贾，你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？能生出这么好的儿子？疼啊！是真灭啊你！哎呀，你还知道疼啊？啊！你瞧这孩子多乖巧，多聪明，多讨人喜欢。要是万岁爷知道了，他肯定也会。哎，行了行了，公公，我知道了。这孩子聪明，是像我。这乖巧嘛，跟我也差不离儿。爹，你这么说，是才让我是你儿子喽？哎，这事儿啊，咱们以后慢慢说啊。大人说话，别插嘴。先出去，先出去，先出去玩啊！哎，
刚刚，您刚才说的我这……我告诉你，你再不认我，我就要回去了。等我走了，就算你后悔也没有用，懂吗？懂不懂？怎么了？小天还没有回来啊？我以为你去接他。我？他没有，我去干活去了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去。哎哎哎哎哎哎！我去，我去。你一定还没吃东西，这包子给你。这今天工钱。怎么了？我在想啊，这小天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一定是人家留他。这有件事，你不说，我从来也没问过。但这次小天他特别认真，他是不是知道什么事情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知道啊，你当然知道啊！我问你，那个贾师爷是不是就当年抛弃你们母子那个人？是不是？不是。是。真的不是。好了，你不用瞒我了，我一查我就可以查得出来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小天的爹不是抛弃我们。不是抛弃你们，那他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你说啊，你说啊，你告诉我啊！虚什么虚啊！我管他王二麻子呢！你告诉我，你说啊！你告诉我，啊！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跟我讲说他已经死了，你换个别的词儿。不管他是死了还是没死，反正那个师爷他绝对不是小天的爹。为什么你不相信我呢？这话什么意思？难道小天他爹不是个师爷？那他做什么的？他告诉我。真搞不懂啊！这么多年来，我不知道你在替他守什么守。你要是知道那个男的他没死的话，那你们为什么不互相寻找呢？可见你是被人家给骗了。好，那既然是被骗的话，那个男人还有什么好想的？不要再想了，你干脆不如把他给忘了算了。我，你也别你呀我的了。我只告诉你啊，小天他那么小，他都知道不要让自己受委屈，你为什么不学学他呢？学学。你去哪儿？你的银子。我谢飞找姑娘还需要花银子吗？小天，娘早该跟你说，你爹真死了，早就死了。坐什么坐啊？那没收拾好，我坐什么坐啊？我马上给你整理起来啊！姑娘怎么？阿飞，去！大爷，我今天不想找谁，你们最好离我远一点。哎，去哪？怎么的？你这是衙门还是皇宫大院？非要不能随便逛逛啊？吃了炸药了！不是等，呵，这到哪儿了？这他来怡红院那么久，怎么从来也没带我来过这地方？哟呵，这还有间房间。是蜂蜜的拥抱，尝一次我才会明了，那爱情是会断的桥，心是会无限的需要，无声
习过你就戒不掉，或者是为了满足闻得到发酵过的美好。寂寞人知道在心底有一个记号，日子淡不掉，也许一直会到老。寂寞人知道心能容得下多少，最多是没有情困扰，无法有了爱不要。心里。